每年中国新年前夕举办的华人工商大展是北美亚裔最大的商业展览之一，也是亚裔朋友们欢度中国新年、体验东方文化的一个盛会。今年第33届华人工商大展在1月18、19号两天于洛杉矶 Pomona Fairplex 展览中心举办。较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华人工商大展受到了中国文化部外联局、上海市文广局、市商委、东方网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大力支持，并于今年重点打造了欢乐春节中国印象主题馆，同时亮相的还有台湾精品展等诸多精彩主题展，800多个参展摊位，7大表演舞台。今年的大展也延续了历届会展浓郁的中国年味，舞龙舞狮，有体验新年热闹气氛的彩街大游行，各类亚洲美食、杂技、歌舞、花卉展、大抽奖等，带来新年热闹的气氛。同时，美信商务也来到了现场，介绍其为华裔社区推出的信用卡服务，以及它如何为大家的消费保驾护航。而我们 ICN 的新旧朋友们也在会展中精彩亮相，并给观众朋友们拜年。他们包括北京酸奶、和泰家具、陕西名吃、大庄家赌场、 iTalk BB、 HD Karaoke 等，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吧。各位电视机朋友你好，我是 Greg 梁，是代表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先在这边跟各位拜一个早年，恭祝各位马年好运，财源滚滚，身体健康。那我今次我们带了一个很特别的 offer 来到那个公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你今天来到这边，也许在下个礼拜去那个 Monterey Park 的世界日报的那个展会，我们会送出25块的Easy Play。那无论是新的客户还是旧的客户，我们都会送出25块。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t， 在这里呢，仅代表 iTalk BB 的所有员工，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同时呢 ，iTalk BB 还一如既往的提供给大家电视、电话、上网包税69块钱的套餐。那电话就是可以无限拨打国际长途的家用电话，我们就从此不用再买电话卡了。然后电视呢，就是有提供大概40多个中文电视台的中文电视、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免费点播的，同时还提供本地高速的上网。最高可以达到30兆的高速上网，所以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号码626-513-2526，祝您新年快乐，马到成功，恭喜。Hello， ICN 国际卫视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北美现代汽车。那今年在华人工商大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先跟观众们拜个早年，那马年行大运。那我们今年在华人工商大展主要展示了两台新款的2014年的车，一台是高级房车 Equus， 另外一台是我们的家庭的一个 SUV Santa Fe。 那最主要的是现代汽车一直秉持的一个创新的原则，希望在2014年能够带领这一个潮流，然后带最新的科技、最新的设计带到华人的市场。那当然也希望您开车安全，马年行大运。国际卫视记者综合报道。